来民谣阿朵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典型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我们相信上家宋祖英也曾经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正是这首歌曲让全世界的好朋友领略到桑植民歌的魅力，感受到了白族姑娘的柔美。接下来我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神秘神奇而又让人毛骨悚然的巫术，叫做相妻赶尸术。这种巫术源于隔时，尸体有因何愿意能